档案编号 TJ210324， 名称大涅槃，欢迎调阅，请跟我来。一切都起源于旧世纪末的那个夏天，受阿尔病毒感染，全球死亡人数超过20亿，中东地区发生首起动物感染阿尔病毒变异案例，不明物种入侵美洲大陆，北美联合军队宣布放弃东海岸13州。阿尔病毒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智慧物种——怪兽。人类因此进入了大涅槃时代。第62号提案：全面核打击计划。曾经有科学论证，如果把所有的核弹发射，可以毁灭地球3次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6500万年前，地球遭遇小行星的撞击，它的能量相当于几十万颗核弹，地球并没有毁灭。爱因斯坦曾说过：“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用什么武器，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用的是石头。真正将会被毁灭的是我们人类的文明。人类总是将核武器作为最后的王牌紧紧攥在手中，以为那一朵盛放在天空的血红蔷薇能卷走所有的问题。有目共睹的是，遭到核弹轰炸的广岛长崎第二年就长出了植物，进行过上百次核试验的新地岛试验场，植被和野生动物情况也早已完全恢复。核武器的威力远没有人类想象的那般强大，千枚核弹未能阻止怪兽。联合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请市民们立即进入地下基地避难。如果全球发生核大战，最可能遭到毁灭的是人类文明本身。人类在大涅槃中活了下来，虽然多国沦陷，依托着兵力、科技以及人类不屈的意志，5个大国挺了过来。我们组建了地球联盟，更在其他23个地区建立基地。人类一直都活着。最关键的原因，那当然是因为人类中诞生出了武者。
阿峰，罗峰，无论怎么看，旧世界都很壮观呢。到现在都感觉难以置信，人类居然在大涅槃中活了下来。确实，当时人类文明几乎整体毁灭。没想到的是，五大国组建的地球联盟挺了过来，全新的文明一直延续到了现在。一切的转折，都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吧。那群被称为武者的英雄，现在能够到旧世界探索的也只有强大的武者了。我将来也一定要去闯荡一番。阿峰，你武技天赋这么出众又勤奋，成为武者也是指日可待。武者毕竟还有一段距离，我的首要目标是下个月的高考，我准备先考入军校。毕竟我们这些廉租区走出来的穷学生，能免除学费拿到补贴，才是对家里最大的帮助。军校的训练条件更方便你提升自己成为武者，到时候你可别忘了兄弟我啊。哎，妹妹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从空中飞过？好像是一种飞行怪兽。你看错了吧？何况大涅槃时期后没有变异兽会接近防护罩的。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？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报告首长，变异兽越过了无人区，立刻拦截。目标是什么？黑冠金雕，鸟类变异兽排名第三，飞行极速3.9倍音速，羽毛硬度超过金刚石，达到3级克洛金硬度。从图像分析数据来看，翼展为36米，体长达到21米，成年 S 级，距离多远？1000公里。根据黑冠金雕3.9马赫的速度计算，还有15分钟抵达。战机呢？5分钟后迎击。锁定目标，请求开火。同意开火。是否呼叫武者？呼叫，希望还来得及。长江英雄董南彪牺牲38周年纪念活动正在举行，全国各大武馆进行花圈。国家研究所在 RR 病毒领域的研究得到突破，可以将 RR 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减少30分钟。RR 病毒的研究现在有了突破有什么用？大涅槃都过去了。当然有用了。人类还不是感染了 RR 病毒产生抗体，身体的能力才会突飞猛进的。武者的诞生毕竟也有 RR 病毒的原因。秀兰，一提到武者你就两眼放光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想想眼前吧。有些目标虽然美好，但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。我走错教室，几十个人盯着我看。啊，快毕业了，感觉好不真实啊。哦，你也怕见不到某人吗？才没有。哎，他来了，那我们先走了，高考后见啊，拜拜，我把握机会啊。徐金，我送你回家。是张浩白。你瞎了吧？没看到我的车呀、啊？
解除，雷达正在修复。只用了一刀，这就是武者的力量，超越凡人的存在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成为武者。各位同学，明天就是高考了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努力。同样想当武者，我们不妨切磋一下。阿峰怎么还不来？是的，少爷，我们找到罗峰的住所了。他们根本不是来打架的。出什么事了？都这个时候了。还有30分钟。罗峰，我要你好看。回头查一下这个孩子的身份。不是吧，居然能和叶修影片操作。